成功国中七年级的小将运用 Scratch 程式设计出健康利器科技跳绳，荣获多项大奖。这些奖牌来自于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有台湾。中英文解说展现学习成果，将这使用者的身高、体重、年龄换算成运动时间、消耗热量与 BMI 值。这个装置是对于减肥有需求的人，它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受到空间的拘束，以及它可以达到减肥上一定的效果。While using it, the sensors will convert the measured data into exercise time, calorie consumption, and BMI value. 孩子们很感谢一路来支持与指导他们的老师。Thanks to Chen Gong Junior High School for giving us the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nd to our partners who joined us in the design process.校长张志明说，结合高中职的资源，让孩子们有多元的性向探索。成功国中让学生最主要是要多元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国际发明展是我们本校的目前一个重点。那刚好我们学生的英文程度状况都非常好，刚好搭配我们的国际发明展，使得我们学生在国际上能够发光发热。学生将梦想转化成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为多元教育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